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、一贯的，在九二共识、在坚持九二共识啊、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啊，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碍啊。那么当前啊，台海局势复杂严峻，民进党当局加紧谋独挑衅，啊，外部势力加大力度啊打台湾牌，严重威胁台湾和平稳定啊，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，啊，希望啊，岛内所有致力于发展两岸关系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政党团体和人士，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啊，与我们一道啊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，造福啊两岸同胞，捍卫民族利益。